四象是如何生八卦的？昨天我们讲到了太极生两仪，分别是阳爻、阴爻。两仪生四象，分别是老阳、少阳、老阴、少阴，这是在阳爻和阴爻的下方分别加上阴阳两爻而产生的四象。同理，在四象下面再加上阴阳两爻，就产生了八卦。这八卦分别为乾卦、巽卦、离卦、艮卦、震卦、坤卦、兑卦、坎卦。有个口诀可以很好的记住这八卦：乾三连，坤六断，震养余，艮复满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兑上缺，巽下断。这八卦可象自然、象人、方位等。乾卦代表天、父、西北；坤卦代表地、母、西南；震卦代表雷、长南、东；巽卦代表风、长女、东南；坎卦代表水、中南、北；离卦代表火、中女、南；艮卦代表山、少南、东北；兑卦代表泽、少女、西。另外八卦还可以像动物、像人体等等。那么八卦又生什么呢？这些知识都是很基础，在这本周易里面都有详细提到，比如八卦以及六十四卦详解，书里都说得很清楚，没有基础的也很容易看懂。如果你想学习了解，不妨看看此书。